And now, coming at you for the last fight of the night, in the red corner, we welcome Derek the Almighty Dragon Chung! Chào mừng quý vị đến với chương trình
努力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22岁的时候 ，Derek 创办香港第一间专业电竞公司 Hong Kong Esports， 立志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规模和最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组织。他带领旗下的电竞选手打了很多个第一翻嚟，全服第一、全区第一、世界第一，这些名衔已经不在话下。连他自己打机都打到世界第一，咁都未算，他更加将电竞业务打出香港，攻陷台湾，开拓他的电竞王国版图。之后更加在香港举办多场世界级电竞比赛，被誉为香港电竞之父。Derek 另一个心愿就是凝聚正能量，传递爱与快乐给各阶层，令社会各界互助互勉，共创更好明天。所以他开设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做培生培心会，除了拍摄正能量短片，还会大派福利，将收益回馈会员。今次的拳赛就是他最新解锁的成就。他热爱拳击，偶像是超级拳王 Floyd Mayweather，而他自己亦都努力成为一位出色拳手。虽然他踏上拳击生涯冇几耐，但是今次已经是第三次正式上擂台。他尊重每一位擂台上面的拳手，亦好欣赏他们的勇气和热诚。Derek 希望今次透过举办无敌杯拳赛，为拳手们提供一个舞台，将拳击运动推广给所有香港人认识，为拳坛作出贡献，成为推广本地拳坛运动第一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继续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拳手。红角的是身高170cm， 过往战绩是3胜2次 KO， 由2018年已经开始打公开赛，今次是为了替天行道，同时又为了推广拳击运动而出战，绰号 The Almighty Dragon。